哇！哎呀，这是谁啊？这是呀！呀呀呀！你怎么这是卡哥吗？啊！你为什么在？你怎么？你干嘛？你表演吗？你今天？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，我们又再一次站在战场上了。你出舞台准备了吗？还没有准备呢。你呢？昨天给我一顿骂，我一顿夸。这次你知道有谁吗？有认识的人吗？我几乎都不认识啊。不会吧？就认识我吗？我是你唯一的吗？啊、也不是唯一啦。下面有请下一位哥哥李文翰。哎，前往二楼侧迎接。我去了。你先去是吗？我在这里等着。你等下一个哥哥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自己想一点啊。拜拜。哎，李文翰。啊，李文翰。全国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文翰。然后我今年26岁。这也是唱跳的吧？对，他 C 位出道的。啊。哦。请随时开始。啊、哦，鼻子是真的。您的成绩为93分。啊。就越真实越好。你对成绩是否满意？不满意。我的那7分扣在哪儿？哦，93分。过分了，他非要100分，你知道吗？我拼死拼活才81分，还有60分的。需要重新测评吗？需要。你觉得这能拿多少分？50几。98分。凭什么？不错不错。陈志峰老师好，我是文翰，我是文翰。你要来这一间吗？不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你往那边看，因为可能都满了。啊，是吗？因为你太慢进来了。啊，我是第几个啊？你就看那个，大概都排满了。好，你自己先看一下啊。好，老师好。哎。这个房间好，这个房间好，对吧？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可以吧？那个房间有点吓人。喂，请摆出3个您认为自己最有魅力的 pose。您的成绩为88分。好，谢谢。重新测评吗？不用了，很优秀了。见好就收，对。如果没有进城，没有入城，你还会坚持你现在所坚持的吗？会，因为，没有镜头，没有舞台，但是还有光。请问，在这个节目中，你会从哪一刻开始成为主角？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场表演之后，就会是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当29岁的人们还被别人叫成黑马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愿意被人叫，一直叫成黑马，因为它是好的，我觉得。恭喜您，您的学员档案创建完成。下面前往宿舍区挑选房间。耶、我就猜到你会来。Hello， 你好。我就说他肯定会来。对，因为都选的差不多了。对。